好，我们再来看啊，说是我得佛，国中天人形色不同，有好丑者，不许正觉。啊，说我成佛了，我的国中的天人呢、啊，形色不同，有男有女，有美有丑，那我就不许正觉，我就不成佛了啦。我看到这个地方啊，我就想到说，那变成说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呢、啊，也形色拢同款，也美丑拢同款，爱红感觉就像机器人了、哦，机器人那个模子所印出来的拢同款。其实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修到那种慈悲心呢、啊，已经消除了那种分别心了。那你的无分别心所感出来的就是那一种无分别状态，因此呢，你去到那一个地方呢，也感得形色好丑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啊。好，那么他这里不取正觉啊，如果有形色不同，有漂亮不漂亮呢，那我就不成佛。